特别的聚会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一开始，我们要开始聚会咯。我们邀请你们旁，可以大家一起站立起来，一起来今天的敬拜。知道今天是母亲节特别的聚会，好吧？我们在最，我们一开始，我们就先用一些很自由的方式来敬拜在我们。赞美我们的神，因为知道敬拜是没有形式化的，所以好吧，我们就自由的左右摇摆，好，一起或者是你举起你的手，我们就一起来先赞美我们的神。
段经文，在以赛亚书49:14-16，我们一起来念。西安说，耶和华离弃了我，主忘记了我，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，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。即或有忘记的，我却不忘记你。看啊，我将你名刻在我掌上，你的强援站在我眼前。
这一位神，他却是时时刻刻陪伴我们的，而且他爱我们到永远。好不好，我们再来唱一次的时候，真的好像神就透过这首诗歌要来告诉我们，其实可能母亲没有办法给你完全的爱，但是我们的神他却能够。我们就一起从头再来唱这首诗歌。谢谢你
透过母亲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，也透过母亲让我们体会到什么是爱，而你更是把这一份宝贵的应许赐给了我们，那就是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，即或忘记，而你我们的神你却不会忘记我们。主耶稣，谢谢你把这份爱赏赐给我们，这是一份永恒的约定，真知道你爱我们每一个人，这是一份完全的爱，坚定的爱，是没有条件的爱。真愿你今天的爱很真实的浇灌我们每一个人。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，知道你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好吧，我们接下来有一个舞团，他们是来自很多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，要用跳舞的方式来敬拜我们的神。我们都是因为遇见了这位神，所以生命有了很大的转变。Because of you, I was born again. Because of you, I'm ransomed by your grace. Because of you, my heart has found a home, a refuge for my soul.Because of you, sins are washed away. Because of you, heaven knows my name. Because of you, I can live again. You've broken every chain.我们谢谢学生乐团，他们等一下还有啊，还不能走。也谢谢学生的舞团哈，我想他们用他们的诗歌，用他们舞蹈来献上对上帝的爱，对上帝的赞美，是神的爱拯救，
神的爱临到他们，他们生命有极大的改变。我们这个学生Image舞团成立还不到一年，当中有很多是新的，而且孩子都会一起互相的鼓励，为主而跳，哈利路亚。所以看到这些孩子的成长，是我们很大的喜乐。这个我们今天要在奉献以前呢，我想传递一个需要，就是尼泊尔大地震哈。那这是在4月25号发生，7.8还是7.9级的大地震哈。那目前已经有非常多人的死伤。在每一个这么这个这么大的一个需要里面，我想教会有责任，我们可以为这个国家，为在这个地震很多伤亡、很多困难、很多苦难的。